好的哈。那我也知道有些家人早上是不吃早饭的，包括我有段时间喜欢睡懒觉啊，早上就不想赖床，就不想吃早饭。尤其是过年那两天，早上好，可爱的小帅哥潇洒6792，早上好，王毅哥哥，春明，早上好，摇摇请，哦，你的名字好好听哦，摇摇请，摇一摇就勤快了，有你真好啊，有你真好啊。那新来的朋友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四川，然后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连锁品牌，这是我的会所啊，等一下带家人们参观一下。我在线下是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，我们的化妆品是厂家源头化妆品哈。那也希望美丽的家人们稍作停留，等一下抽主上家的福袋，然后把福利抱回家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新来的家人们点一下免费的关注。用户蔡爷姐姐平，早上好。用户13586啊，早上好。三姐姨，这几天没有看到阿紫直播失眠了，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失眠的，老家人们啊，平，谢谢平哈，哎，谢谢平哈，老家人们在公屏点点小赞赞，好不好？用户蔡李总加油，好的，我一定会加油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你们这么多的家人支持我，真的是让我备受感动。因为结缘与阿紫，哎，把我带到了直播行业，那我对于你们深深的说一句，非常非常的感恩你们，好不好？中午好，退出，李总干妈你好，李总现在阿紫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他在乐山，好不好？嗯，我给大家抽福袋，好不好？好，阿紫在乐山，你们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两天呢，他暂时不直播哈，因为呢，肯定还是有一点心情，有一点点不舒服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说这两天呢，让他静一静。他想通了会给你们直播的，好不好啊？因为这两天，昨天我也跟他发了信息了，知道吗？他说他要冷静两天，休息两天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你们就不要操心哈，不要担心了，好不好？错过了阿伟，现在阿伟找到真爱了，二妹已经表白成功了。那阿伟好，我们也祝愿阿伟好，好不好？毕竟阿伟那个男孩子也不错哈，啊，他找到了真爱，那就更好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我觉得每个人的。万一哪一天阿紫找到一个更优秀的呢？是不是家人们？错过就错过了，那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们不要去再纠结了哈，因为曾经的有些对与错，不再去评价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也知道你们喜欢阿伟，也喜欢阿紫，好不好？那两边的粉粉，那现在他们就是亲爱的、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好不好？那新来的朋友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四川。我在线下时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，我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哈。那我在线上也是一个新手主播，等一下我会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哈。那新老的朋友，就是可以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新朋友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把主上家的福袋抱回家哈，抱福先抱人哈。那将来我们可以成为手拉手一起向前走，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好不好？哎，用户375，谢谢用户375，姚姐姐，平安医生啊，你啊，对对对，老家人们，我知道你们非常非常的关心阿紫哈，但是你们不要担心，也不用就伤心流泪，好不好？他这两天想通了，会给你们开直播的。前几天看到阿紫和易老板直播，眼泪流了一地。送快乐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太好了，真的是你们真的是感动了我，真的是。好，阿紫说过他这两天有点事，是什么事我们都很担心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在乐山，好不好啊？那昨天我也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，他说这两天就是有点事，把这两天忙完了再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？你们放心，他会给你们直播的哈，而且呢我感觉他会在这个直播行业干下去，好不好？只是说他俩这两天要整理一下他的心情，自作自受。我看到了，我都流泪了。谢谢6679，真的是啊，老家人们亮一下粉丝灯吧，好不好？在公屏上给我点点小赞赞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抖爸爸希望我们的直播间活跃，好不好？啊，早上好，樱花六哈。那还有没有不会亮粉丝灯牌的家人们？我跟你们说一说，好不好？哎，会不会亮粉丝灯牌的家人们？还有没有不会亮粉丝灯吗，家人们哈？
那我教一教哈，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哎，就像花一抖币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一毛钱，好不好？姑娘小粉丝灯牌，因为抖爸爸每天要考核我们一些数据，他希望我们的直播间动起来。好，那亮亮粉丝灯牌家人们也，别人也曝光你自己哈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你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大家。阿紫被你和信义的害了，哇塞！那个开心果还没想得通吗？啊，还没想得通吗？还在纠结吗？好不好？那也许是好事变坏事呢。那谁的心里都是善良的，都不是天生都是害人的，是不是？那今天你对我有气有恨，那也没关系，你尽情的说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真是知道你爱阿紫，你才会到我的直播间。如果你不爱阿紫，你也不会到我的直播间。那为了阿紫，如果更好，那是不是你要感谢我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也许说就是好事多磨哈，也许现在是坏事，那将来也许就是好事，是不是？任何东西我们要乐观的去看待。早上好，志坚，早上好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樱花六，早上好。对，还没亮粉丝灯牌家人，亮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？让曝光你自己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你，好不好？那因为我们直播间不仅是一个卖货的地方，更是一个交朋结友的地方。如果你心情不高兴了，哎，你想说说话聊聊天，你到我的直播间来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有个新来的朋友，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叫李美露，来自四川乐山，我在线下是做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。哎，我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。那今天我等一下也会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哈。我们的化妆品是厂家源头，那爱买的女性朋友们，希望你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抽抽左上角的福袋，把福气抱回家。然后呢，抱福先抱人哈，先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新来的朋友，早上好，老家人们。阿紫说过这两天有点事，是什么事？我们都很担心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他好好的在乐山。志坚，祝我三八节快乐哈！谢谢你，谢谢黄平啊，谢谢黄平。风雨晴天说来说去，老板还是希望他回九江上班。是的，其实每个人都是善良的，就是你们这段时间，不管你们认可老板还是不认可老板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。其实老板他能把事情做得大，他还是有他的优点，他也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就坏透了底，知道吗？一件事情没有成功，让家人们对他有意见，让家人们不舒服，骂他很正常，因为你们太爱阿紫了。我了解你们，也理解你们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综合的看问题，老板也有他的优势，他从来也没有说过不让阿紫回去。那这一个阿紫回不回去，这个事情掌握在阿紫手里面，好不好？阿紫他好坏不分，你怎么帮阿紫找份工作？阿丽，好的好的，家人们，这两天我希望阿紫用心良苦的，不是阿紫，谢谢小姑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哈，谢谢你的。花花，谢谢你的花花，小公王，谢谢你。那，就是那个，让阿紫考虑两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让他真正的坚定了内心要干什么，是上班还是要做直播？那让他考虑清楚了，我们再给他，给他安排，好不好？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直播了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那如果他要做直播了，那就重新的规划一下，好不好？是自己单独干，还是帮我干，或者去玉老板那里干，让他自己做选择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，在公屏上扣个一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没男人就活不了了吗？阿紫留在乐山其实是个机会给老板。是的，68，你说的很好，好，你说的非常非常好。那你们认同我这个观点的，在公屏上扣个一，好不好？第一，现在阿紫已经成熟了，经历过这两次的恋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让他尊重他，让他自己做选择，好不好？要么他去上班，要么他自己做直播，自己当老板，要么他来帮我，要么他去玉老板那里，我们都欢迎他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没有关系的，好不好？上班带直播那也很好啊。五五说的很好，自己选择，512说的对，没男人会死吗？没有没有哈，85，我知道你对他很爱，知道吗？没事，下来慢慢的嘛，小姑娘她有一定的沉淀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家人们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我叫李美露，来自四川乐山，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，
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。那我在线上是一个新手主播，等一下我会给大家送一些很大的福利。那有新朋友哈，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？抱抱祖上家的福袋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，在锅底下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新的朋友稍作停留，我跟老家你们聊聊天，就开始把福利送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总帮阿紫找个男朋友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，我肯定会给他找个男朋友的。啊，志坚，留在我身边，当然这是我最想要的，真的吗？家人们，留在我身边的话，我们互相进步，共同成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阿紫有阿紫的优势，我有我的优势，这就是我最想要的。从内心的说，我真的希望把阿紫留在我身边。这个老男人害了他，爱了阿紫，害了阿紫和阿伟小林，不要再去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也许因祸得福，好不好？假如他真的没个叶总、阿伟走在一起也没有关系。人生有些时候要经历风雨，那为了万一他也找到一个更如意的呢？那天我也跟他两个沟通交流了一下，知道吗？我说阿紫，未来你一定要找一个爱你的，不是你爱的，你不爱他也没关系，只要他爱你。真的，我是这样说的，因为女人被爱才会被受宠。然后，而且我强调了一句，一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，最好在这个直播行业找一个跟你能夫唱妇随的一个人生伴侣。我是这样教他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再给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李总说得好，李总辛苦了上午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个母亲，你救一下阿紫，很可怜的啊，真的，我觉得也许因祸得福哈，家人们啊，因祸得福哈，叶总最合适。那不管叶总适不适合，家人们，我们都不去再追究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小公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助力哈，谢谢我的同学，谢谢你。老板是喜欢阿紫的哈。那现在的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四川，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，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哈。那就是等一会儿呢，我也和家人们送出一些福利哈。那现在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马上我再给你送一个福袋，抽抽祖上家的福袋，好不好？抽抽祖上家的福袋，然后呢，把福气抱回家，抱福先抱人哈。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不好？那现在的家人们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会所，好不好？参观一下会所，那我再给大家送送福利。那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带新朋友参观一下，两分钟参观一下，然后我就跟老家人们聊聊天。好，哎，参观一下我的会所好不好？新的家人们，因为好多新家人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吴总抢了阿伟的女朋友，不珍惜，一总。现在已经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家人们都释怀了，哎，不要去再去追究哈，也不要再满满的一些不舒服。那现在家人们哈，参观一下我的会所好不好？对，新来的家人们稍作停留，哎，抽抽祖上家的福袋，把福气抱回家，再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那参观一下我的会所。阿紫来你这里上班更好，我也希望，真的家人们，我也希望。好，那一起这个大权交给阿紫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啊，我的鱼，啊，只能想这种鱼养的是最简单的，对。为了有我，阿紫也喜欢他。他们两个人怎么回事？一种说他有问题，他有问题吗？为了有你，我知道你非常喜欢阿紫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是的。好，大家参观一下哈，新家人们参观一下。这件事是老板太害人了。阿伟喜欢叶总又不给见，叶老板不得好使。家人们还没有释怀哈，还没有释怀哈。那对我带新家人们参观一下哈，的会所，这是一楼的大厅，楼上还有哈，下面是1500平方，那楼上也是1500平方，哎，大家参观一下。
请家人们参观一下哈，哎，参观一下我的会所，因为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专业美容高端连锁品牌，而且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。那今天也等一下会给家人们送一些福利哈，那喜欢的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哈，抽抽左上角的福袋，把福气抱回家。然后呢，等一下的福利啊，稍作停留，我会给到大家。老板说过阿紫漂亮又温柔，看到又不喜欢，就是风雨晴天哈，风雨晴天哈啊。那有新的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露，来自于四川乐山，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，我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哈。那我现在是一个线上的新手主播，到线上来2个多月，那也没有去打广告，把一些优惠的福利带给新老朋友，新的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，抽抽左上角的福袋，等一下我再送一些福利给大家，让大家回去提炼提炼一下哈。新朋友点点免费的关注哈，报福先报人好不好。李总亲自请阿紫来跟你一起卖货，平时他还能跟你一起多学习。好的好的，我下来跟他沟通沟通好不好，这是我最想要的，但是我还是要尊重他，那万一他喜欢自己当老板呢，是不是。阿紫有什么固执，他本分超好，是个好女孩，是的是的。哎，我的家人们，真的我的老家人们，我真的这段时间我满满的感动，知道你们的阿紫那一份用心良苦，苦口婆心，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，家人们。所以说你们放放心心的好不好，他这两天在乐山，因为有点特殊的事情，他说等两天再给你们开直播好不好，那这两天也让他冷静冷静一下，从头到尾的想一想好不好。我们这两天不要去打搅他，包括我昨天因为也跟他聊了知道吗，他说让他休息两天，冷静两天，因为叶总也是这样说的好不好，等他们两个稍稍的冷静冷静，万一有什么变化呢，对不对。反正不管怎么变化，都让阿紫和叶总想清楚想明白好不好。叶总不靠谱，前言不搭后语，阿紫离开是对的，不管阿紫离不离开，家人们，反正我们都祝福他好不好。离开有离开的好处，不离开也不离开的好处，离开了过后要么就自己当老板，要么就帮我啊，就让他自己选择好不好。家人们，我这他妈跟发视频的那个车站我还在等着他揍，什么意思啊。第一次叶总看见阿紫会直播粉丝多，叶总就心机了，就来一个喜欢阿紫，在网络上有好处，能用阿紫。那家人们，我前段时间也解释过了，不管叶总有没有小心思，但是我说过一句话，如果我今天被别人利用，谢谢米粒，谢谢米粒，那是证明我有价值好不好。这句话我们就不要去纠结了，商人，因为叶总也是商人，他利用阿紫也好，不利用阿紫也好，我觉得都能说得去走，是因为为什么，因为证明阿紫优秀呀，证明阿紫有利用的价值呀，对不对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这句话对的，在公屏上扣个一好不好。人与人之间就是被利用和利用的价值，被利用和利用的价值，如果阿紫有价值，别人利用他很正常好不好。家人们，所以说我们内心要释怀，对，我们内心要释怀，就说明我们阿紫优秀呀，对不对。反过来想是不是。等待着李总好，早上好，上帝早上好，那些老家人们给我点一下免费的关注好不好。哎，亮下粉丝灯牌，点点小赞赞，因为前半个小时是抖爸爸考核我们直播间啊，要看看我们直播间好不好，又就是那个热不热闹知道吗，热闹的话那我的流量就更多好不好。家人们，哎，帮我助助力好不好。俗话像吹牛，哈哈，那你教我怎么说，欣欣向荣。涛涛姐，不是阿伟谁认识阿紫，是的是的，我也知道你们有些是阿伟那边的粉粉，今天你们到我的直播间来，其实你们也是还是蛮信任我的，真的，所以说我也非常的感恩你们好不好。那今天如果阿紫和阿伟错过了这场姻缘，你们也不要去怪谁了好不好。那我们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对对，我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大的仇恨，只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好不好。
那今天阿伟能跟二妹走在一起，那我们也祝福他，让阿伟一路更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两边的粉粉们其实都是爱阿紫和叶，就是那个叶总和阿伟的，好不好？只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而导致的。倪总你好，我没有时间看你直播，不好意思，倪总是很善良的人，我已经帮你亮了丰盛灯牌啦。好的好的，小雅，谢谢你，哎呀，真的很好，你们真的是，你们太爱我了。我觉得阿紫吧，回到老板身边稍微用一点心还是可以的。反正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已经明白你们的意思了。有谢谢婉一哥哥，有一部分人赞同阿紫回到叶老板那里上班，有一部分人赞同阿紫和叶总还能走在一起，还有一部分就像中立的哈，就像我一样的保持中立的，希望阿紫未来更好，管他今天选择了不选择叶总还是选择叶总，但是自己一定要强大，而且未来要走得更好，学习更多的东西，变得更加的优秀，让更多的优秀的男士将来来选择他，好不好？哦，选择他，他去选择更好的男士，而不是男士来选择他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今天说的这句话有道理的，跟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但是不管阿紫怎么选择，我们都尊重他，我都希望他未来更好，我也希望未来他找到一个他人生伴侣，找到一个比前面的两位也许还更优秀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对不对？不管他将来是帮他自己干，还是帮我干，还是帮选择跟叶老板干，都没有对与错，让他自己选择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都是旁观者，都是爱他的，但是我们爱他就要成全他，让他自己去做选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老板说阿紫温柔能干，谁不喜欢？对，老板也是这样评估的，但是要看阿紫怎么选择，因为今天的大权在阿紫手里面，家人们，真的是。其实叶老板，你以为他不心疼吗？阿紫现在这么好，粉丝量这么多，那你说他，你把阿紫舍弃了，他有什么好处？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如果今天叶总把阿紫舍弃了，假如说他有什么好处，你们告诉我，他有没有好处？你们觉得他有没有好处？叶老板看出了你老板没有选择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如果今天叶老板把阿紫放弃了，他有什么好处？你们告诉我，他有什么好处？那我就想想，对，所有的粉丝骂他，阿紫最起码是个优秀的员工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阿紫最起码是个优秀的员工，那今天叶老板放弃了阿紫，他有什么好处？那我就问问你们，那我再给亲家们抽抽福袋，好不好？那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也把新的家人们安顿了哈，然后我再跟你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新来的朋友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四川乐山，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专业抗衰老，就是专注问题性肌肤和解决和抗衰老哈。那我们的化妆品是厂家源头。